为啥？我受不了了。咋了又？都是第一次做人，为什么我就是个美女啊？哎，小南。哎。哎，你先放下，听我说。哎，就是他们老说那个什么甘蔗男啊。嗯。我是甘蔗男吗？什么是甘蔗男？甘蔗男就是那种，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很甜，然后但是后来你不是。不是，你听我说完。嗯。是那种刚开始的时候很甜，但是后来。不是。我就是。纯渣是吧？你自我认知非常的准确。今天呢，来为大家盘点一下渣男语录。吃了没、啊？辛苦了啊！今天晚上早点睡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开了一天的会，多穿点啊，喝点水。这个是我妹妹啊，这个包包有点贵啊。这个会明天开，工作一天我很累，别闹啊！这个不行，时间没有。艾莫尼，你说什么是什么？昨天我喝多了，别忘了。但是他不仅的是我的客户，还是我的好朋友啊！加油！什么吃饭去啊？嗯，对呀、啊。帮我带杯奶茶上来啊。好，你要几分糖？就像我一样甜就行。无糖，知道。无糖，知道。Are you okay? Hello, thank you, thank you. 小明，嗯，如果你喜欢的男生发信息问你说在干嘛，你会怎么回？我。也想你。想把自己放进冰箱，但下一天没人救他。小明，嗯，男生听到奶三个字。证明女朋友确定生气了。我没事儿。为大家表演一个圣诞老爷爷。你说出来，出来，啊，出来，啊，你刚刚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喜欢一个人就要说出来。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亲密，慢慢聊自己，慢慢。喂，别追公交啦，追我吧，我跑得慢。我想打你女朋友一巴掌。我还没有女朋友呢。那你帮我打死他吧。好疼。那这个方案啊，就这么执行了啊，不要改了。嗯。老板，快到饭点了，我请你吃面去吧。啊，吃面啊？嗯。还可以，我最喜欢吃面了。吃什么面啊？你的心，这是个什么面？新开的。哎，我选这个红烧牛肉面。哎，我这儿有一家不错，我带你去啊。嗯。老板，哎，我们来玩成语接龙吧。行啊。嗯，我先来啊。啊。白衣公卿。卿卿卿我我。我喜欢你。难你的初吻。你这不是成语啊？是成语，不是成语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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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小梅啊，我可以亲你一下吗？我可以亲你一下吗？我跟你说话了，你是不是聋啊？你是不是傻？